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来玩 Minecraft， 然后你们看到的那一个不清楚的东西就是蒙娜丽莎。上一篇部落格有介绍我那个做到一半啊，剩下的部分等一下就可以一起来观赏，先不要让你们看到，免得你们就不想来看了。啊，有规则，每个人都要遵守。Difficulty hard， 也就是难度，要调成难，很困难。好，蒙娜丽莎，然后。那什么游戏模式换了加 M， 然后 BAT， 好，天气太不好了， weather 那看完规则的，我们就可以上去了。首先，这是他的身体，他的头，然后太阳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可是太阳竟然有阴影耶，原来是因为它是立体的，可以破坏。那表面这么漂亮，那说不定里面根本一点也不好。我们来看看吧。哇，你喜欢吗？这些不是我从蛋里面孵出来的，是原来就有的，所以很可怕吧？啊，狐狸怕会把我的那个整个画给炸掉，所以才说要用创造模式，而且是每个人都要用创造模式哦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咯，下一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